中意哦。多谢多谢多谢。何姬妹，当年你抢走我的男朋友风光结婚，不要紧，今仔日我嘛嫁出去了。当年你结婚在台北林良堂是吗？今天我可是在清景泽的高原教堂，怎么看都是我比较风光啊。这个清景泽的高原教堂位于长野县，从东京搭乘新干线过来要一个小时。当年呢，日本的名人天皇跟皇后美智子就是在清景泽的网球场相识的。有了这个麻雀变凤凰的故事，清景泽现在可是日本女孩梦幻婚礼的第一志愿啊。高原教堂是1921年盖的，它是日本第一个举行西式婚礼的教堂。那三角形的教堂是快木打造的，整个教堂都是木头的香气哦。我们哦，连那婚礼祝福的撒米都是有机米嘞。哦，还有我的婚宴，那是首位登上国际博古斯料理大赛的亚洲厨师冰田统之设计的。海胆、鹅肝、鲑鱼卵，哈，只是开胃小菜一碟。高潮是5A级的信州和牛，严选牛肩夹后背，130度烤3小时，不放任何的香料，没有繁复的料理手法，就只吃那牛肉的柔嫩滑鱼，鲜甜多汁，软烂的牛肉吃到嘴巴里，呵呵呵，真的是好吃到你母啊都不识塞啦。好姐妹，多谢你当年的资源回收，抢走我的男友。哈，俗话说，嫁的早不如嫁的巧。对了，我回桃园机场的时候，看到你老公跟一个辣妹出国，那个人好像不是你嘞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幸福哦。